我身上只有不超过三个关节是好的。不超过3处也太夸张了。左边手肘、膝盖、手腕、右手腕都不行。他以前运动员，他以前是柔术，然后后来拍戏的时候，他也拍的很多是打的战争啊，然后那种题材的，所以他很多的时候会受伤。黄靖瑜真的好敬业啊！他透露自己全身上下只有不超过三个关节是好的。陈学冬表示，靖瑜以前是运动员，当演员之后拍的很多是战争片，经常会受伤，心疼靖瑜奋斗路上不总是一帆风顺的，磨难过后的成功才更珍贵呀。